初出女友，正好啊！这几年我都没带过女朋友回家，我老爸说不带回去，不让我进家门。正好这里有的租，我租一个回去。多少钱呢？几7000，百？7000呢？你呢？一样的，7000。这么贵的？多少？7200。你呢？1000呢？什么1000？你想什么呢？10000。10000啊？是啊。怎么这么贵的呢？哎，我不一样的。哎呀，不过这个看你这么漂亮，带回去有点面子，贵一点也无所谓。10000块啊？对呀、啊。行了，那就你了。就10000块，15天了。哎，15天就15天，过完年就行。啊，行行，走吧。哎呀，这人怎么这样子啊？怎么不把行情价呀？来，到了这里就是我家了。行啊，等下你要表现好一点，知道吗？行。还有啊，你不能表现那个差，等下我老爸穿看穿帮了，是就不好。OK。来，我们就手拉手进去。什么手拉手啊？你前面又没有说，哎呀，不拉手，人家我老爸看到，他以为我们是不是真的？不是，本来就不是真的呀。再说了，你租15天，只负责我只负责跟你见家长，没有肢体接触的哦。要肢体接触的话，要拉手的话，要加钱的。那我就拉拉手，那能怎么了？你不拉手，刚才你要不说啊？不行，要拉手的话要1000块。哎呀，刚才他不说，这样一点都很尴尬的，你都不知道。怎么叫很尴尬呀、啊？再说了，我只负责来你家，我来你家负责做你15天女朋友，还要分房睡，然后你也不能抱我，也不能亲我，也不能拉我的手。这样他看到不是穿帮了，有什么意思呀、啊？那你可以啊，你做一样的话要加一样的钱，做一次加一，加多少？一次的钱，我不知道你要拉多少次手啊，还有还要抱多少次啊？啊，这再加1000吧，加1000而已。那什么时候给钱？哎，到时候结到租期到了，我一起结给你。那行行行，还有我还有一个要求哦。什么要求？晚上我不跟你同一个房间睡了哦。怎么不同睡？不同睡，他不是知道了吗？这样子，你睡床下，我睡地板也可以。那我也不相信你呀、啊！他不相信也不能分开睡，分开睡那不是穿帮吗？你是不是正人君子先？你是不是不会不能动我，就我就可以打地铺？哎呀，这个你都不相信我，你还怎么跟我租租呢？真的是。那行，你要做到做到，反正你动我一次，还要拉一次我的手，我第一次，然后结账的时候一起算。行行行，行了，啊，走吧，进来，进来，开心一点啊，进来。啊老爸，我带女朋友回来了。你好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来先坐吧。行行行，坐坐坐，嗯，坐坐坐，来。啊，你也坐。你看我老爸刚才我带女朋友回来都开心老多了。你是哪里的？我啊。我是广东的。哎呀，广东女孩子就是漂亮啊。啊，对呀。多大了？我今年25岁。啊，那挺般配的。我儿子28，挺般配的啊。嗯，对呀。怎么了？你没有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哎呀，我叫李寿啊。那你今年多少岁了？我28了，我老爸刚才不是说了吗？那你又没问我叫什么？我叫阿兰，我今年25。哦，我看你还差点被传榜了。还有、啊、他没听到。你要说也要演得像一点，你自己都不会好了。对，不好意思。哎，你刚才忘记问了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叫阿兰。啊、哦，阿兰啊。对呀、啊，好听啊。是啊。看起来也挺贤惠的啊。嗯、对呀、啊。要勤劳那种是吧？是啊，叔叔。会做家务吧？会一点。洗衣做饭会吧？会一点点。那就行，
看样子以前你也经常做了啊。是啊。哎，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啊？哦，我在那个电池厂认识的，我们一起上班。是啊，他追了我两个月，然后我就接受他了。哎呀，在一起半年了。那就行。那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呢？啊，这个心急吃不了又到腹吧。我跟你说啊，我们还要交往才半年，再选个好日子，到时候再结婚吧。是啊，我们还需要了解一下，还、哎啊、不知不知道性格合不合适呢。这种事情啊，宜草不宜迟，尽量办了就好，是不是？到时候我都搬去新农村了，没有人帮你看孩子啊！我爸说的那么难听，是不是？哎呀，年轻一点结婚不好吗？那是我知道你为我操心，但是这个还不能急，因为感情东西要慢慢的交往才行呢。那还想还要拖到什么时候？我肯定知道你想快点抱孙子啊，这个我能理解。那我们争取到明年结婚，好不好？那就行。那叔叔你自己在家吗？平时？哎，对对对。哎呀，你也辛苦了。你看门口还养那么多鸡啊、鸭呀、啊。我山上还种了好多东西呢。是吧？是啊。哎，你儿子对我挺好的。我爱屋及乌，以后我也对你好。哎，既然你都来到我家了，我那个叫什么养老金呐、啊，我自己放在家里啊不安全，你能不能帮我拿去存啦、啊？给你保管的，反正都是一家人了、啊。哎呀，老爸怎么给全部给我保管了、啊？是啊，有十多万呢、啊。十多万了、啊？哎呀，不行，老爸不能这样啊！我们才刚认识这么久，等我们结了婚，你再给他保管也一样的、啊。哎呀，你不懂的，我去拿，拿就拿。哎呀，老爸，你想给我就给嘛。说好我给你，就你先保管。到时候结束了，接盘家你要还给我了。啊，哎呀，不能糊涂来了，乱来。来，儿媳妇，嘿嘿，你看这里有12万，嗯，这个卡里还有10几万的、啊哦，我先保管吧。到时候，哎呀，我不放心你，你等一下，你拿去打牌了怎么办？我相信这个儿媳妇啊，嗯，你帮我保管去。哎呀，你放心，我对你很放心了。这个也是真的吗？真的，我以前年轻的时候买的。你全部给我了吧？你要留一点做你的生活费啊。哎，不用不用，就留200就行了。我平时啊都不出门的，不花什么钱。那行吧。哎呀，就说我看你也不容易，你自己在家煮饭啊，也不完备。哎呀，天色也晚了，我去帮你煮饭吧。啊，不用你煮，哎，老爸去杀个鸡，啊，我去抓个鸡去啊，好，快点啦，好。我跟你说，这个是我老爸先放你这里保管，结完这个猪你的期限到了，你要把这个还给我了。啊，哎，走了，我都走饿啊，哦，走了，哎呀，一起说啊，嗯，那个。15天已经到了，我也准备要去广东了。还有这个，你要把这个还给我了。那你先结工资啊！哎呀，结那个你放心好了，我说过不会欠你。1万那个租金，还有啊，你亲了我一次，拉了5次手，还有你抱过我一次，就算你2000算了，一共1万啊。哎，怎么那个还要加那么多啊？那我说了，你要结账的时候一起给。啊，行了，来还给。真的是，这个你不能乱动我了。哎，老爸给我了。怎么给你了？我是租你回来的，这个哪里？给的已经是我的了。你开什么玩笑？这个本来就是我老爸的。哎呀，那行吧，还给你。真的是，真是小气，你这个怎么样？我都说叫你回来表现好，现在你表现的不怎么好，所以说我不扣你工资算好了，你还想要我的？哎呀，怎么啦？收收。那我们在一起10多天了，就15天了，难道你对我一点意思都没有吗？哎呀，意思是有一点了，但是我们都不是正经的，我们都说是租你回来，现在期限也满了。哎呀，嗯，相处十五天，我都深深爱上你了。你是不是开玩笑的？哎呀，我生活中都习惯有你了。
没有你的日子啊，日子肯定很难过。是不是真的？你看我怎么样？哎呀，我都感觉有点尴尬，你这样说。哎呀，怎么尴尬了？难道你不喜欢我吗？我就问你喜不喜欢我？我是喜欢你。那喜欢你不就完了吗？哎，你真的不介意我家这个房子吗？你看你家还那么多钱，以后我们可以去城里买房了、啊，而且把你老爸也爹去城里面住。这个是我老爸这么。哎呀，以后也是我们的。啊！哎呀，我也不嫌弃你，只要你不嫌弃我的话。真的？真的。那我就不去广东了。如果你真的跟我在一起了，我们就先试着交往啊。我们认识也是一种缘分啊。那你还不快点叫我回去？好、哦，对对对，我不去广东了、嗯、啊。